有的小伙伴说轮回宝玉可以回收，哦，它原来在这儿呀。What?这么值钱，最高可以换2500的天阶灵石，梭哈梭哈，不得废话，最终是27503个。要是我全用来升等级的话，不得直接干到神帝呀？不能搞，不能搞，我同意，观众也不能同意呀。为了让这个坑继续录制，观众们不分昼夜的给我点赞呢，那是不辞辛劳呀。所以你点赞了吗？点赞了吗？啊？闲来无事，准备去龙宫转悠一圈啊！当初买不起的潮汐海螺也是全款拿下了。哎呀，咱这条件也没办法呀。死贵。然后顺手整了把环宇支配之剑，我也想低调呀，但实力它不允许呀。你说气不气？哇哦，龙宫比我想象的还要气派，深蓝的色调，庄严优雅，景色竟然比天宫还美。里面的人给我听着啊！你们老大已在我掌控之中，缴械投降，饶你不死。小样，还敢反抗？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哎哎哎，不是，啥情况啊？我去，那界里无敌空间都被秒，哪个大哥能给我解释一下啊？ Day two. 哎呀呀，无尽套一穿就啥事儿没有了。所以说这到底是 bug 呀，还是魔族追杀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果然没事了，刚才我开创造都被秒。行，你给我等着啊，看我不把你的龙宫搅得天翻地覆的。不过在死之前还是把无尽套还回去吧，毕竟创造拿的都在这儿了，您老收好。出来吧，无尽最终圆周率之剑。哎，这好奇的兄弟们不用再查了，如果我没数错的话应该是300级，这是参考图，我眼睛都要看瞎了。你不虾兵蟹将吗？你不嚣张吗？这子弹是来搞笑的吗？呵，还得贴近打才行啊，一招就秒了，给了这么老多零食，不过我应该是用不上。哎，丢掉丢掉，战格子的破玩意儿啊！三组天阶的也直接用了吧，看能升到多少级。凡仙直冲天仙，可以啊。第二发没跨越大境界，第三发直冲金仙初阶，无敌了呀。红色的零食确实好用啊，不过我怎么还有雷劫呀？都是一家人啊。なんですか？据说雷劫的伤害很高，不妨咱们整只泰坦耍一耍。就决定是你了，苦力怕。哎，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就突然在那么一刹那，我理解了奇遇老师的痛啊。不对，有情况，兄弟们，这玩意儿好像要炸了呀！我去，我去，要卡爆了。